我现在非常的这个热血沸腾哦，因为呢，在每一年的这个龙舟的时刻呢，都觉得呢，再展现出呢高雄的一个活力哦。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的高雄爱河端午龙舟锦标赛呢，一直是速度与激情最棒的一个极致的表现哦，应该也是呢，现在全台湾来讲呢，以民俗节庆跟运动赛事呢结合的最完美的一个大型活动哦。我想应该很多人在座，很多人都参与过、哦。那其实除了去年之外呢，其实每一年呢都聚集了无数的人哦，在爱河的河畔啊，或是中云渔港呢，尽情挥洒他们青春的肉啊，不是肉体，是汗水，那是口误。然后呢，在现场呢，真的是把我们高雄的热情、阳光跟活力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每一年呢这样的一个龙舟锦标赛呢，已经是呢全台湾的朋友非常呢这个应该说非常向往的一个活动了。那当然呢，今年我们有一些巧思跟特别的地方哦，待会演员呢会在另外的部分呢帮大家来做介绍。那我想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呢，在每一年都有非常棒的长官，还有呢我们非常优质的企业一起来支持哦。所以在今天呢，演员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贵宾。那麻烦呢演员呢念到的这个长官贵宾呢，先跟大家挥个手哦。好，首先呢就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副市长吴鸿鸿副市长。副市长好，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次的主办单位哦，这就是我们教育局的范雄律范局长，局长好。好，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位呢，我只能说他们非常的爱高雄，有高雄的人的地方呢就有日月光，因为人呢跟他们碰了好多次好多次哦。这就是我们财团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汪同学，汪执行长，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我们日月光集团的资深副总周光春周副总。好的，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我们日月光集团的资深处长李淑佳李处长，美丽的处长好，见面了。好，接下来欢迎到是我们林园区公所的区长陈新发陈区长，区长你好。好的，接下来呢帮大家介绍到的是呢龙舟委员会的朱文祥朱总干在现场。哇，你看到总干事就知道他是龙舟之能人呐、啊！你看到这个汗臭哦。好，接下来帮大家介绍的这一次呢很辛苦啊，就是我们承办单位来自我们体育处的钟明正代理处长。有这么棒的长官呢，还有这么多人这样的一个支持哦。那我想是不是一开始呢，我们就要恭请副市长呢来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先来为我们这个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 不是 ending， 是 open。好，我们恭请副市长。好，我们各位贵宾哈，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我跟我们的范局长一起来哈，最主要是向各位报告，我们龙舟竞赛去年是停办的，我们去年因为经费关系，今年非常感谢我们日月光，我们文教基金会哈汪执行长这边大力的支持，那还有我们日月光集团，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周副总李处长就在场，那我们龙舟委员会的。朱总干事啊，还有我们这个林园的陈区长，包括我们体育处现在我们的周代处长啊，今天都在场。那跟各位报告的，我们今年的龙舟竞赛，在我们教育局范局长的率领指导下啊，今年是充满了创意。我们今年的龙舟竞赛也是分爱河跟林园。中云渔港，那我们爱河就是把竞技型的跟传统型的龙舟竞赛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今年特别请了我们本土艺术家，我们张望中老师，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龙行爱河，风调雨顺哦。我们都知道爱河其实它长得很像一条龙，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你看那个地图是蛮像的啊。那我们希望。今年的龙舟竞赛是充满了创意，然后我们希望也能够有嘉年华的气氛。那我们当然这一次比赛的队伍，刚刚我们
范局长这边提到哈，事实上是非常踊跃了哈，总共有152队参加。那单市里面这个造型，还有所谓的这个有创意的啊，这一些包括拔河的，啊，这是我们后面这个等一下一个拔河的一些示范哈，拔河龙舟哈，大家听起来觉得是蛮有创意的哈，就有52队啊。那我们在宁远的中远渔港这边也是3队，如果是人数的话，在爱河这边是3433位了。那在中远渔港这边是6000多位，所以人数相当的多。那当然这次也有从香港来比赛的啊。那大概我们希望说，奖金的部分我们也希望有所提高。不过这个应该是以运动健康为原则了哈。奖金只是其次了。不过我们男子组合跟女子组合这个奖最高奖金都是150000元。总奖金是130万元，啊，我想这个也是，有一点鼓励的效果哈，有一点鼓励的效果。我们今年的龙舟竞赛从6月17号到20号，总共有4天，那我们有白天跟夜间的啊，那这个里面当然有一些是比较属于健康的啊，娱乐型的，那有一些真的是竞技型的啊，那当然这个组别非常多了，从公开组的。大专组的、高中组的，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关组的啊、学校组的，通通有，啊，那所以啊，这是精彩可期。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与会的贵宾啊，还有我们啊各位媒体朋友，能够多多跟你们宣导啊。希望算是已经2年才办这一次了啊，那我们希望明年继续办啊。这个因为都是非常有传统的，啊，在这边哈，我预祝我们这一次的，2015年我们高雄市的龙舟竞赛能够顺利成功啊，圆满啊，谢谢大家，谢谢。李刚副市长呢，已经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下了非常棒的一个注解了。那为什么刚才委员会一直口误呢？我相信一定是有现场某些东西令我分心了。啊，所以现在呢，委员就要来帮大家仔细的来介绍一下刚才呢我们这个副市长所跟大家报告的部分，就是今年呢在我们的这个龙舟锦标赛当中哪一些巧思呢？我们就来看看呢。第一个呢就是首创的爱河畔装置艺术。好，请登场。我们这一次呢特别找来了本土的一个艺术大师，就是张望大师呢，他是以龙形爱河风潮雨树为主体架构呢，设置了一个这个龙形的布幔啊，在河东路的两段的观景台啦，还有河西路的观礼台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一边滑，看到那个旗帜飘飘哦，非常棒，非常棒。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装置艺术呢，就在我们爱河的两边这样哦。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呢，结合了文创的艺术，在我们的龙舟锦标赛里头。那第二个有哪个特色呢？就是首创的龙舟造型比赛。好，我相信呢，因为对。票价可以加分是不是？因为演员呢其实主持过非常多年了哦，那其实每一年呢都有很多的选手呢，不管是在自己身上或者在龙舟上面呢做一些特别的造型哦，其实自己开心，别人看了也开心。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比重在这一次我们首创的龙舟的整体的应该说造型当中呢，也会加分一下哦。另外第三个就是首创的龙舟拔河比赛，这个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我在想，大家就想问啦，到底这个拔河比赛在水上吗？要怎么进行呢？我们现在就要请出呢今天令我分心的选手出来了。首先来欢迎是我日月光的龙舟队的选手。好，我们先谢谢呢今天可爱的数学家乡的女孩。好，另外一队呢，这是我们来自树德家乡龙舟队的少女。我觉得你知道比赛啊，我们的气势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那样的气势，好不好？首先呢，我们日月光龙舟队，日月光 ，boss， 有没有？你看到气势就有快兴奋明显了。好，再来，树德家乡输人不输，这里没有青春哦，好不好？树德家乡龙舟队，树德加油！耶、yeah ！你看看，这个年纪的差别就听得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帮大家。
范一下。其实呢，这个首创的我们的这个拔河比赛呢很简单，在六十秒当中呢，哎，哪一边的这个距离是比较多的，或者是我们第二位的一个桨手呢已经过中心点了，这就是获胜的队伍。那我们当然要试试看，让大家先来抢先感受一下啦。好啦，那我就是司令官了，我来发号施令了哦。Are you ready? Attention, go! 1, 2, 3, 4, 5, 6, 7, 8, 9, 10 耶、yeah, 掌声鼓励一下，努力与美的结合，我们以六十秒为一个比赛的时间。那、当然你会看到说这样互相的拉扯，有没有，这就是好看的地方。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两边帮我们示范真的很尽责，你看到六块肌一直给他盯住，大家可以看到。这算是今天在现场我们犒赏我们女性媒体朋友的一个福利，我们也谢谢日月光，有高雄人的地方就有日月光。好，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我们要请所有的贵宾一起来，先来带领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当天的气氛，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恭请贵宾们上台，站到台前来。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到是我们副市长，还有呢我们的局长，你们。那我们这样子，报告长官，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下，我们来磨一下，好不好？好、看是要哪一边，我们一人，我们算我们就那个。一人一边好了，好吧，这样子的哈，好好，我们局长带领这边是华这边，然后我们副市长是华那边，好了，那我们一样也要整个口号都来哈，够完之后就一二三四这样子哈，不好意思哈，我可以这样 Q 这样局长好不好？好，好来 ，Are you ready? Attention,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女孩们，来，我们一起先看一下中间的好不好？我们所有的大家，我们看一下斜的，斜的，好，斜的，我们请媒体朋友，我们再瞧一下位置。看中间的媒体朋友，笑一个，耶！2015高雄联合多舞龙舟锦标赛，我们稍微把眼神挪到我。我们今年的龙舟赛哈是充满了创意，我们跟本土艺术家，张旺张老师合作，把装置艺术放在这一次的竞技场地。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龙行爱河，风调雨顺。那我们这一次包括爱河跟宁远的中渔港两地，总共有将近200队，的队伍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龙舟竞赛。那当然，这个组别非常多了哈。那奖金今年也有提到。那我们希望今年的这个龙舟竞赛充满了嘉年华。那当然，把娱乐的气氛带进我们健康的运动里面。那希望我们这一次的端午节，我们的高雄村是各地的观光客，那能够有一个非常棒的龙舟竞赛可以来观赏。除了是不是也有比较特别？今年有造型啊，还有拔河的部分。有，今年我们特别哈，包括造型这部分，包括我们拔河龙舟，这都是首创。那当然，在以前的各年，我们爱河结合竞技跟传统，也是全国唯一的。所以今年是精彩可期，希望大家踊跃来观赏。那除了本地的，有没有外地的来参加比赛？有，我们包括香港了哈。那大概今年国际队伍比较不多了，不过还是有这个国外的队伍来参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造型是这个，我们希望大家除了在爱河划龙舟以外，有没有什么一些点子让大家更有兴趣？所以就想出，大家如果化妆一下，看看一些很漂亮的服装啊，或者造型
特意啊让大家来看一看，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做一个创意的一个造型来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龙舟拔河的部分，我们一般正常拔河从起点到终点大概是500米，那这个500米滑起来大家都是靠力道来决胜负，那拔河的部分除了力道以外也要技巧，而且是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解决，而且它是在定点，那种激烈的程度我想大家都看过陆地拔河，那种加油声一定会更响亮，会更多人来，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今年的爱河的龙舟能够有创意，然后吸引更多人来看一看， 大致上的原因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你们这两个地方比赛是都同个时间还是？没有，我们有区隔的哈，就是说刚刚副市长有讲过白天跟晚上嘛。那龙舟拔河的部分最主要是利用中间的时间，就是大概4点多嘛哈，4点多那个时间来做龙舟拔河。那拔河的地点就在我们观礼台的前面，那边会另外去搭一个码头，就是一个浮台出来，然后等于是一个拔河场。会在舞台前面那边，那这个场地在集中，不管从检录到选手的进场跟拔河完退场都在那里。啊，中英港那边是比赛什么的？中英港那个可能要问清了，他是因为龙舟，中英港龙舟赛是配合我们高雄市政府爱河的一个活动，县市合并之后每年就是这样子在办哦。那已经办了24年了，今年是第24届。那我们主要的一个活动是配合，传统米食方面，就是有很多新住民朋友在林园的每一个国家的包粽子的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们的特色就是以民政局给我们的地方特色活动为主轴，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国在林园的新住民朋友，把比如有柬埔寨、越南、泰国跟那个大陆朋友，就是他们那个传统的米食，就是粽子的那个艺术，我们大概的主轴是这个样子。那其他传统龙舟赛，我们今年报名的队伍是43个队伍，对。所以今年有没有比较除了我们原住民的部分？不是原住民，是那个新移民。新移民的。对。除了这个之外，在赛程的部分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赛程没有，我们还是因为它是一个传统龙舟锦标赛，我们还是遵照传统的方式。那我们在6月10号有一个点睛的仪式，我们也邀请市长担任我们的点睛官，就是展开整个龙舟的一个序幕。对，那比赛的日期是从19号到21号，总共有3天的赛程，就是跟爱河的时间啊，尽可能把它错开，让我们的朋友可以在爱河看，也可以到中渔港来看这样子。对，把它弄出来让选手做练习，大概10号点睛之后，我们11号就可以练习了。对，谢谢。中渔港可以介绍。整个目的对渔民朋友来说，它是一个要把这些污秽的东西把它清掉。这个是对渔民朋友来说，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民俗活动，而不在乎是比赛谁赢谁输，那个不是很重要，最重要是渔民朋友他们就是靠海为生，那港口就是会有一些污水物会进来，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我们就把这些污水物这样敲敲打打把它赶走，那渔民朋友大概就会有丰收的机会。那经过我们办了24年的龙舟赛的经验，确实也是如此。所以说当地的渔民朋友会很配合，而且很喜欢这个活动，在当地来举行。好，谢谢，谢谢局长，谢谢。